第二场比赛是我们冈田葵对我们热血风格的比赛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个相当出名的双打组合，这一次到底谁胜谁负呢？哦，现在互相比一比，我们先看到野人一下占上风，然后我们秀明先看到陈轩非常绅士的，还有我们秀我的胸口。两个互相的对峙，我觉得这两位是 NGW 的双打冠军，但是在观众质疑到底双打冠军谁比较强的同时，他们两人举行了一场比赛。看来是我们的热血风哥越占上风。
只有两秒，两秒钟。刚刚一把漂亮的吊扇按出来，仍然没有帮，没有将秀吉瑶，我固定了邪恶，邪恶，邪恶飞龙国旗，飞龙国旗。现在刚刚回馈我们的中国选手，他会放弃吗？峰哥看来好像已经没戏了，熊浩他撑得住吗？峰哥加油啊！你看到吗？峰哥他撑住了，是的，这个逃出野人的固定技，重新将比赛的节奏拉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刚刚危险啊，差点掉到擂台外，裁判关心的野人钢铁葵肩膀是不是受了重创。峰哥告诉大家，姜真的是老的辣。现在收获选手掌握的节奏，要赶快把钢铁葵拿下。漂亮的过肩摔，过肩摔，峰哥相当不屑的压制，没有那么简单了、两位是双打的冠军，都有相当的实力，都还有一定的程度，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撂倒呢？来，峰哥将野人丢向左手边，要使出什么？但是锁紧，锁紧，连用眼睛深固定，张天辉相当的痛苦，眼睛深固定，野人会走。两秒，裁判刚刚的主播台使出了，还要动什么？畜生，畜生，这个压制失败了。Finish， 然后这个观众说的 Finish， 整个开始使出他的大绝招，我被成功了。果然年轻的肉体真好，野人的意志力破解了秀吼翻摔，连双方选手究竟谁会站起来呢？双方选手你 Fear 刚刚没有成功使出来 Fear 来什么来什么还是两秒，两秒，两秒钟，野人不敢置信，都已经用出了还是没有办法压制成功。野心的呐喊啊！我的剑锋，让我们翻摔，我们要双方 double down。你好。站了起来，峰哥站了起来，再一次，即将要结束了吗？会用出什么呢？功率保持吗？功率保持没有保持。刚看到野人绕道了。再一次，孔哥不甘示弱的站了起来，一击，果然野人头比较硬，再加一次球，金币哥回了过去，能否压制成功呢？怎么样？峰哥撑住了，收获选手撑住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绝对不让裁判三秒成功。来，钢铁葵掌握的优势，
让我们的收获选手抓了起来，要使出他的绝技了吗？该使用他的什么了？之后班赛会不会出现呢？太香了！看到野人把生活带上了角度，哎，我说什么呢？啊，进入了我们的吗？进入了我们的预备，要结束比赛了吗？要结束比赛了吗？Thank you.